哈尼克德斯斯密达，什么破灯啊？是摔碎了吧？不对，他这块是你要抱着的灯，就是你不能摔。不是，我摔就完了呗，摔完了呗，摔就完了，出来了。一摔完之后，他这五个女的不出来了吗？这五个女的怎么排啊？因为阿拉丁那个吧，刚开始给予我们那个剧本吧，不是那么充分的。来，等一下，导演。咱们得确定是什么口，我是灯，我们这边灯碎了，完了是娜娜准备出场，他们先跳进来，灯一碎我们就出来了。来，咱们配合一下呗。可以。来，他们在哪儿呢？他们在后边呢。你给我，你撒手！我不撒。灯碎了，那四个女的呢？灯碎了。别抢。不用坑，不用，直接跑到那站四个角，你们闪开，你走开点。你后期切一个，就是我们直接是立在那儿的就行。他们灯碎了，我们不可能从外面跑进去的呀。